时间分，然后专注于比赛，调整好心态。觉得我们毕竟还是一支年轻的队伍，参加奥运会的人很少，只有三名队员，所以也希望年轻队员能够珍惜这样的一次机会去锻炼自己，去享受奥运会。我是觉得我们要打一场幸福一场，毕竟我觉得对于每个人来说都很重要。这个赛事让我们。必须要从宝宝山上，宝宝山上，啊，你们希望他们能赢？